谢谢，我知道你最近需要钱，实验卡里有10万，我希望你能放弃现在工作。萌萌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儿，2年的时间没见不长吧？你忘了我夏浅是什么样的人了？我现在是穷，我是缺钱，但我不至于需要可怜到要你的钱。你放心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们之间的事情。 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我和你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过。封口费，说好吧，我不需要。还有事吗？只要你能终止这次合作，你提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就算是我对你之前情感伤害的补偿。伤害？补偿？你怎么补偿？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？而且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，在我这早就翻篇了。还有事吗？小钱，哥，这是我男朋友志俊。你好，我是志俊。 谢谢。你刚刚是不是听到我们俩说话了？我现在难受，真的不是因为我还喜欢他，是我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他离开我的真相。 你知道他多过分吗？2年之前，我们俩的订婚宴，他跑了。他为什么会跑啊？这个问题我想了2年。我甚至幻想过，那他是不是得了绝症了，没有办法治疗，怕我伤心他会走。结果，现实就是现实，不喜欢了就是不喜欢了。 不过没关系，反正这个现在我也不在乎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跟你说了这么多有的没的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嗯，这手帕我也用了，明天我洗洗还给你。等一下，夏小姐，代理商已经到会议室了，您在哪儿啊？哦，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一会儿见。 我这边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，手帕明天给你。这世界很酷。